嘉义市青江总会郭文基市议员伫品耀餐厅、麦当劳素食餐厅头前举办第二波协助高丽菜农捐发票、送菜、关怀弱势活动，来参与的民众非常踊跃，拢认为做伙来做公益真快乐。嘉义市青江总会郭文基市议员伫品耀餐厅、麦当劳素食餐厅头前举办第二波协助高丽菜农捐发票、送菜、关怀弱势活动。我们第二波活动吼，帮助菜农啊，我们总共预计了1000颗，然后今天又发送了500颗，然后我们一江一国，一江四国，我们把高丽菜回馈给李明，让李明捐发票，然后今天我们的发票捐给两个基金会，一个麦当劳叔叔之家，一个创世基金会，然后我们也同步的在做爱心，然后谢谢议员的帮忙跟所有的朋友的帮忙，谢谢。那今天是第二次也发放500颗的高丽菜，然后在这边要特别感谢麦当劳唐董事长的支持与付出，所以才有今天的一个活动哈。那我们常常在讲，我们要发挥小我的精神哈，然后来创造更大的一个价值。我们希望社会处处有温暖，因为除了帮助菜农，还有很多的小地方需要我们大家去帮助他的。那今天很开心哈，那来领购高丽菜哈，都是用发票，那我们发票也捐给创世基金会，还有麦当劳叔叔的基金会。高丽菜贵姓利用这个机会各级协助老农民，也以捐发票的方式来协助弱势，所获得的发票转数捐给创世基金会等弱势团体。谢谢新闻，蔡美彤，嘉义市采访报道。